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可能会道歉呢？他的父母也一个样。他们提出的赔偿金额是多少？没有，我们都不接受。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4000多万，他赔得起吗？我们放弃了，我们不要他赔偿，就是要他三长命，要他死刑，民事诉讼。他们讲，他说问我们啊，爸爸妈妈，你们记不记得那次在我们家吃饭那个周凯旋同学？我们说记得。他说，哎，他太可惜了。他这个同学由于在大学期间玩游戏，挂科了，而保送不到那个读研的资格。他说他现在，精神不振，堕落了。他说很可惜。他说我想拉他一把，帮他，鼓励他，重整精神，自己去考研究生嘛，像我一样自己去考吧。他说他还不高兴，这就是现在回来真心实意跟我们讲的话，这个才是事实。